心。喂，主编大人，我是考大，是的，这问题我了解了。你了解什么？明天再不交，你下个月的薪水就不要了。好的好的，我明天就交。这里太美了呀。我的儿子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啊。爸爸爸爸爸爸。哎，小家伙，我可不是你的爸爸。这个小家伙一定是和家人走散了。乖乖的坐在这里看叔叔画画，你的爸爸妈妈很快就会来找你。你的飞机很棒啊，也许长大会成为优秀的飞行员。天哪，那是我的作品。天哪，谁能帮我照看一下这小家伙。考大先生收，这难道是快递？我叫帕库，是个无所不能的纸尿裤。嘿，你在画画，我来帮你神奇变变变。嘿！啊！天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把风景转移到了这张画里，是不是很棒啊？不不不，不可以这样，美景是大家的，我只能用画笔记录。好吧，满足你的要求，景物复原。哎，你也想画画吗？神奇画纸。怎么样啊？我们先画个圆圈。非常完美。我画。试试我的液体能源裤。这款纸尿裤可以将宝宝的尿液转化成动力能源。怎么回事啊？他长大可以做一名超级不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哎，不用担心，你可以指导他。一哈，液体能源裤。你现在需要一些尿液做能源。不！我天哪，不要发出这种声音。宝宝在那边。天哪，快停下来吧。
警局报案，帮小家伙找到父母。我可以将大家瞬间移动到任何地方，神奇变变变！哎呦，魔法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嘿嘿。不过你的背包已经到了警局喽。什么？天哪，食物和水都在背包里。我饿吗？我饿。嘿嘿，别担心，神奇变变变，你好。不不不，宝宝应该喝奶。嘿嘿，有办法了，神奇变变变。我饿，不。好吧，我试试。终于摆脱了。奶没了，我们可以给宝宝喝蜂蜜。天哪，那是马蜂，被蛰到会没命的。别担心，把它们吹飞。快跑进水里。亲爱的，幸亏你及时出现。亲爱的考勒，没吓到你吧？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儿子？你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，所以我把考勒放到了你身边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做个全职爸爸。工作呢？工作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。可是，记住，以后在野外探险旅行，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如果被蜂群袭击，千万不要反击哦。如果想驱赶蜂群，可以将谷草点燃再弄灭。想办法用浓烟阻止蜂群靠近，知道了吗？好了，现在是问题时间哦，哈库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用什么可以驱赶蜂群吗？一，玩具枪；二，木棍；三，浓烟。没错，答案是三，用浓烟可以驱赶蜂群。哈库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家庭。你竟然认识他？我可是妈妈请来的无所不能的纸尿裤。看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我先去工作了。好的，我会监视你们的一切哦。再见喽。看样子我们要天天待在一起了。嘿，这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会替你照顾他。我已经领教了你的手段。那些根本不算什么，下次的旅行会更精彩哦。